嘿，光，呱呱龙学汉字啦！姐姐，我们今天学习什么汉字呢？今天呀，我们要认识汉字光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哼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读汉字。请你跟我一起读光，光，请你跟我这样读光，光，请你跟我大声读光，光。小朋友，请你跟我一起读光，光，光。读得真棒！光光光，阳光很温暖。光光，这是光。光光，这也是光。光光，汉字光。伸出小手点一点，选出汉字光吧。光，完全正确。小朋友，你看，淡淡的月光洒在了地上，光，月光。房间里有灯光，光，灯光。请你来读一读吧。跟我一起来读一读吧，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。光，月光。光，月光。你读得超赞哦！光，灯光。光，灯光。又答对了。小朋友，准备好，我们一起动起来。光光光，月光。光光光，灯光。再来一遍。光光光，月光。光光光，灯光。汉字光，你学会了吗？真棒，快给自己鼓鼓掌吧。一，呱呱龙学汉字啦。姐姐，你看我的新衣服好看吗？真好看。呱呱龙，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汉字一。好耶好耶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就让我们一起读汉字。请你跟我一起读一。一，请你跟我这样读一。一，请你跟我大声读一。一，小朋友，请你跟我一起读一。一，一，读得很赞哦。一，一，一，天冷加衣服。一，一，
是一，一，一，这也是一，一，一，汉字一。伸出小手点一点，选出汉字一吧。一，答对了，给你点赞。看，有好多衣服，一，衣服，衣服挂在衣柜里，一，衣柜，请你来读一读吧。跟我一起来读一读吧，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。一，衣服。一，衣服。你读得真标准。一，衣柜。一，衣柜。又答对了。小朋友，准备好，我们一起动起来。一，一，一，衣服。一，一，一，衣柜。再来一遍。一，一，一，衣服。一，一，一，衣柜。小朋友，汉字一你学会了吗？真的是太棒啦。鼓，呱呱龙学汉字啦。姐姐我来了。呱呱龙，你怎么满头大汗的呀？姐姐，我刚刚在谷子地里帮着收割谷子呢。不错哟，呱呱龙，真棒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汉字鼓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嗯。那就让我们一起读汉字。请你跟我一起读鼓。鼓，请你跟我这样读鼓。鼓，请你跟我大声读鼓。鼓。小朋友，请你跟我一起读鼓，鼓，鼓。读得真好。鼓，鼓，鼓，一片谷子地。鼓，鼓，这是鼓。鼓，鼓，这也是鼓。鼓，鼓，汉字鼓。伸出小手点一点，选出汉字鼓吧。鼓，太棒了。小朋友，你看，谷子成熟了，谷，谷子，这是五谷，谷，五谷，请你来读一读吧。跟我一起来读一读吧，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。谷，谷子。谷，谷子。你读得超级棒。谷，五谷。谷，五谷。
答对了。小朋友，准备好，我们一起动起来。鼓鼓鼓，鼓子。鼓鼓鼓，鼓鼓。再来一遍。鼓鼓鼓，鼓子。鼓鼓鼓，鼓鼓。小朋友，今天我们认识了汉字鼓，你都学会了吗？真是太棒啦！观光车真漂亮，圆脑袋，花衣裳，山谷里上下忙，看红叶，好风光，光光。脑袋，花衣裳，山谷里上下忙，看红叶，好风光。小朋友，请你仔细观察图片，选出正确的汉字吧。你真棒！听一听，选汉字，月光的光。又答对了，伸出小手点一点，选出图片中的汉字一吧。连对三题，